皮革向来是时尚圈钟爱的时尚元素，一件成熟有女人味的皮裙是很多人都爱的。然而皮裙又是不容易驾驭的，一个不小心就能穿出风尘俗气感。简约黑色短款皮裙是皮裙款式中无论如何都不会感觉到风尘的款式，大家都可以放心穿，绝对不会踩雷。如果觉得黑色 A 字裙比较简单，也可以尝试这样略有设计的包臀裙，束腰显得腰细，包臀的设计也显得身材凹凸有致哦。反观杨幂这身绿色皮裙却显得很清新，不愧是少女蜜。所以说选皮裙不要选大红大紫，不如选低调的绿色，好看又有气质，最重要的是衬托肤色白皙。实在不知道怎么选颜色的小仙女也可以选择最基础的黑色皮裙，绝对经典，不会踩雷。大家还有其他的意见和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哦。更多时尚资讯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